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丝。笑啥？无啦，我咧笑你吼，你现在就好大胆的呢。啊，你也唔知影我要带你去倒啊，你就起来我的车，你唔要我载你袂？我也无咧惊，咱嘛算是朋友啊。而且你爸妈我唔是无认识啊。哎，对啦，迄天啊，我甲恁爸因有讲到你呢，啊，因讲你哦。萱萱，咱今日出来佚佗的。卖讲后一段伊白做，好啦。哎呀，真可惜，天气遐尼歹，这平常时哦，这海景是足水的呢。快哉海景哦，但是别较早，高一小舅伊来家冲浪呢，足好耍的哦。真是哦。嗯。咱落去游泳好不好？怎啊？嗯。落雨呢，而且海水真尔寒，就会感冒呢。跟你讲算笑的啦，真的嘞。哎呦你，你真爱创地话呢？你信不信？我真正给你带你海底哦。我无咧惊，我知你别来做。你真正真正相信我？嗯。对啦。啊，你起码有男朋友无啊？你准备要创啥？无啊，我就好奇啊。我想讲哦，像你这样简单就相信别人的人，应该做我骗的啊。我才不要讲啦！你也是不回答我，到底是我错？已经切了，起码无。切啊！啊是你不爱抵挡，啊是人来放生。哎，你叫我卖问恁后生的代志，那安尼你嘛卖问我家有诶无好不？没事啊，我问你。啊！准备厝吼，等个装潢哦，随便搬入来啊。啊，爸在厝哦，加看加伤心的，唔只想讲啦，过去啦，去外口啊，行行看看。自从阿姨甲厝卖掉了后，我就唔捌看爸唱歌。啊，虽然爸虽然讲哦，即卖退休享福啊，也毋过我知影啊，爸已经无闲管事啊。啊，即卖雄雄无代志做吼，一定足艰苦。是啊，我嘛看会出来，爸是硬筋的。我看了哦，我真不忍心啦。这讲来讲去，拢爱怪建宏。啊对啦，啊建宏不是讲爱停车场的代志，伊会处理。啊，那注意到了后，就无消无息啦。就算讲安琪愿意甲停车场卖掉，建宏嘛无迄个钱啊。也唔过哦，咱即马干那做一挂散客嘛，唔是办法啦。我是认为讲哦，唔免管安琪啦，你阮车哦直接停入去啦，免插伊啦。无用啦，恁家拄硬吼，代志吼愈来愈麻烦啦。而且吼，安琪若去法院告啦，咱告袂来。也毋过吼，咱嘛袂用安尼继续放任不管呐。你看爸，一世人安尼拼死拼活嘞，煞见吼拖累家己生理都无法度做。我看我爸安尼艰苦吼，我嘛足不忍心的啦。好啦好啦，袂即摆阁有一挂线客，还是外送了做吼，就罔做啦。咱想法即较袂紧啦。我要存做我厨房啦，哦。
陈小姐啊，你好，我陪家己开偌慰君啊，啊是安尼啦，明仔载吼，阮店会用开始哦接游览团啊，嘿，啊你有咧车直接甲开入去停袂要紧，好，啊谢谢，再见哈。刘安琪要过倒来，我真唔相信哦，伊家家安怎？ 老魏君啊，也是安尼啦，啊，阮本店吼明仔载吼应该是。佳伟，真多谢你。没啦，其实我较歹势呢，今日吼天气遮尔歹，时间嘛足赶的，你一定算无够对吧？ 袂啦，我安尼好无？定讲吼，你若果想要去海边啊，去佚佗的时阵，你才确定会好啊。我随来甲你载。这你讲的哦。嗯。我是今日无闲啦，无时间出来耍。哪会啦？就算搁较无闲，嘛是要找时间休困啊。唉，最近我的身躯边哦，发生足济代志，今仔日就出来行行的。 那无，我真正会有出事啊！看你皮肤遐尔乌，忧郁小生无适合你。你还是大家咧吹笑白笑，开始合吧。哎，萱萱，我临工，我再约你去别位佚佗好无？伊我出去哦，我是真欢喜，不过我希望第一工加半时间陪恁熬一下，啊，加关心一下。 我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去你家面家，随来。啊？我等下哦，搁要办伊值夜班啦，啊你送我过，先送伊看阿爸。安怎？啊你不要送我去哦。不是啦。这样很不够朋友哎。好啦，你等我一下啦，我随来。哎，萱萱。哎，萱萱。 我甲朋友出去佚佗啦。你哦，考试考煞，毋着较早转来。今日考安怎？袂歹啊。妈，我无时间甲你讲遐济，我等下阁要赶伊便宜值班啦。好啦，啊无吼，等下我再载你来去，哈。毋免啦，有朋友伫楼骹等我。有朋友伫楼骹等你？你啥物朋友？ 你讲有朋友伫咧楼骹等你，啊，是毋是开一台车啊？是啊。嗯，是查甫囡仔对无？啊是啥人？我敢有熟识哈？你无熟识啦，我嘛拄熟识无偌久啊。萱萱啊，你毋通凊彩去交一寡有诶无诶朋友，亲像顶一。是的啦，你莫误会，妈妈毋是要骂你。 妈，你放心啦，迄个代志我早放袂记啊。啊，不过即摆伫咧楼骹。妈，我即摊哦无时间甲你解释遐尔济，等我等下再甲你讲啦。晚安。大。 啊！你找我？哎呀，报到的。啊，佳伟咧，规工拢无看到伊，人走倒去。大，嗯，我今仔规工嘛拢无看到伊呢。
爸，喂，怎么样？啊，这边人在倒位啊？我人在外口，有一挂代志在处理啦。那你是咧办什么私人的代志了？我咧讲我公司有代志要找你，你即马随等来有听无？爸，看外好无？等我处理了，我就随转去啦。无，但你即马什么代志？你是毋是走去病院啊？是啦。 我保证你去看黄清风有听无啊？爸，你莫安尼好无？若毋是你失去黄清风，伊即摆哪会倒在病院？我去看伊，道义上嘛应该嘛。这代志是我厉害，是我运气，无需要你来担，我个己负责。非得总共一句，我无希望你甲黄清风任何交谈有听，等下。我毋是专工要去看黄清风，我去病院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啦。我带你去病院是甚物代志啊？ 倒袂掉，你若是无聊，我念伊就去楼骹，甲你买一寡报纸，甲杂志，互你看。我差不多啊，已经办出院啊啦。哎呀，佫加大两工啊啦！啊，医生讲会用，先咱才办出院嘛。哎呀，我拜托你，莫佫互我烦恼啊，好唔？好啊，好啊，听你的话啦，佫大两工啊。安尼毋着真多谢你。嗯。来啦。 先食水果，我即马就来楼骹替你买一寡杂志。好，多谢啊。请问下。 我本来哦，是要买一束菊花来给你看，不过经过花店的时阵，头家人跟我讲，今日菊花拢卖煞，实在足可惜的。实在足可惜的，真可惜，即个我死无成，啊，若无你一定早去，哈哈，哈哈，还够机会嘞。 我听咱咧讲这個心脏病的人，我煞不过是拢会发作。虽然讲我一边哦，得无着吐，用过我相信讲阿伯一定得着吐。我啥物拢无，就是身体粗壮，时间长。总有一天，当我得着吐以后，等你的草发比人较悬的时阵，我就甲小下手牵手，然后去你个芒果坡地，啊去甲你扫芒兼粘香哦。 来，我来给你看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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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西拢的。讲到这，都要感谢你呢。我平常时哦，无咧感受着，就顶多是你一个人哦，煞我阿婆感情哦，搁较坚定啊。安尼，你嘛算我像阿婆的温情人啊。千万名，你免怀疑，是不是？
我有办法，有你啊，甲我后生佳慧唱同来，我同款为你发动，万万小花的心，唔是来甲我试看卖哦。我若一届阎罗王已经收留我，可能是感觉讲，我甲你只是人无缘，都系亲情的啦。既然安尼，我唔惊你阁出什么家丑，啊，有才调就做你来。 嘉伟啊，现在你找后生，那找对我家来啊。嗯。反正哦，你卖给我定钱，你卖来做我心，唔知你心肝内到底咧想啥？你想要利用这边的机会，把嘉伟叫到你的身躯边，你那是我唔知啊。嘉伟，捌来看过我几多届啊？ 拢是伊的心意哦，我无别的。不过就是安尼，不要跟两个人，嘛讲真侪过去的代志。你只阴天狗吼，看嘉伟秀情，要利用这点，来甲嘉伟叫到你的身躯边，想要来对付我就对了。 人讲哦，先讲一边，用的温情甲大体，安怎讲？不是我甲姐妹请来用大汉，就算我安尼，拼起感情，迄嘛是做正常的啊。拼起感情，你即摆意思讲，你讲做你太平，就是要挽回亲情啊？ 感谢我，你根本不是我现在的对头。你若非个机会，即马倒倒物件，连只大意，他妈的不是咩？啊，你人是不考虑计较？你不加，你不加是要创啥？你若做我们这里心内事啊，你就是挽回佳慧，想要对小华挽回伊感情，对无？我若要挽回佳慧哦，我的办法是爸爸种啊，我感觉要用家己性命来搏。 你也知影呢，即届我倒落去，若真正无落爬起来，莫讲是万两个佳慧呢，我嘛会失去小华甲大伟啊，我敢说要破一大。切，现在你心准备到底是真啊假啊？啊？你拄则拢一个较真有自信啊？你讲啥物？ 已经甲佳慧歪歪手头抢得去了，这么真是惊啥？阿哥，佳慧等于你的身躯边啊，尼久，你还真哩无安全感。可见你这个老爸，嘛是做甲婆婆安尼。阿兄，你肯定没听清楚，你连小事讲要利用佳慧来倒咬我一嘴，谁敢抢就佳慧。 你别做这个吃瘪肉袋，不是得给你别吃看卖啊！你干嘛要离开？ 你去上班，我先来走啊。哎哎哎哎，袂用钱啦，你定爱入去，啊，就算是甲伊讲一声晚安，安尼嘛好啊。我真正阁有代志，我先去无闲啊。哎，我唔管啦，你定爱入去，啊，不等你休息时间啊。安尼唔好啦。好啦，那唔好。卖遐好听话讲几呾，我拢无要听，你卖来做我，我唔知你是倒好哩，心肝内到底想啥物事。 啊，好啊，啊，要是不是在你啊？哦，为你这么看嘛看过啊，小华，你等下拄好，替我送客啊。好，好，卖来做我爱来，我以后袂过来啊。要唔过我拜托你，你若看到佳慧来时，拜托你用同款的态度甲好等伊，会用的袂？啊，佳慧来看前方是有啥物唔对？
你这嘛是咧计较啥？我就是唔甘愿，我唔甘愿才会去中了这老虎你的苦肉计。你这嘛是咧讲啥？因二十几年的爸仔囝，这嘛清风伊人无爽快，才会来看是有啥物唔对啊？啥物叫做苦肉计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吼、哦。小华，既然你遐尼坚信要对这杨清风，安尼无要紧，我唔惊你知。你俩总讲才会来看的是真正是好心，唔是安尼。其实才会来看的是因为迄天我甲才会阮两个设计，为来看咱食饭。谁知恁亲兄弟看到以后，规人拢拍落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迄天前往的去餐厅，是你甲才会恁两个人串通的？无唔对，我甲才会阮两个人串通过的。要让清风来看到恁食饭，谁知安尼？我主要目的就是要你回来我身躯边，就是安尼。你真正是够卑鄙的！我卑鄙？你讲我卑鄙？你是咪更加卑鄙？二十多年前，把我的母囝偷偷抢去，我让我知影，啊，恁是卑鄙啊，我卑鄙哈？当初是我离开你的时阵，我就跟你讲得足清楚啊，我这世人不爱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我绝对袂转去你的身躯边，我会对你遐尼客气，那是因家伙的关系。想袂到，你唔拿笑我的后生，佫差一点点害死我的红婿。我袂甲你讲，你即摆出去，你永远拢莫再出去，你阮的阮的面头前，你出去，你即摆出去啦！你完全拢无带念咱的情分，拢无带念。除了啥话以外？我跟你无任何情，我是爱跟你讲几摆，你才听我。反正哦，你肯定袂听清楚哈。这嘛俗话叫做笑，不要紧，我认赌。也不过这家伙，你变笑想要甲这笑将的脸收皮，我绝对无可能让这种代志发生。什么笑？啊？我要求嘉伟，你卖这么胡白乱讲啊！哎，前方啊，你唔好遐尼激动啦，哈，唔通激动，身体较要紧哈。阿姨，我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？迄天恁爸爸去餐厅，会气到心脏病发作，是王公讲，阿顾嘉伟因两个人串通的啦。王刚，你哪会当安尼啊？我是安怎？无唔对，你刚是要打电话叫伊来，无是安怎？伊会知影你老爸当初是侵犯我的母囝，今仔夜死，那是个报应。王刚，你即马随我出去，那无我就对你无客气，无客气是要来占我嘴啊！你凭什么对我出去？我就偏偏要占家，我要占家占家会变哪样？阿婆，你是看到家伙是啥样？我就是要等嘉伟啦，不用了。嘉伟，你内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，翠翠，你阮厝内底代志，无要紧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你去上班啦。好啦，我来去无用啊。你是哪有够大面子的啊？小华都跟你讲到安尼啊，你还阁未死心哦？讲过一句，我就要等嘉伟回来。嘉伟，嘉伟，你刚才这样情况，洪昌他竟然跟我冤家，伊会跟我冤家，表示讲伊即摆中气十足，规个拢好啊嘛？你跟我回来。放心啦，无代志，完全拢无代志吼。伊即卖继续待在这么遮，完全就是好你，安尼袂放心，互你动情，就是安尼尔。嘉伟，跟我回来，啊？爸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伫外口的时阵就听着你伫内底安尼嘻嘻叫，拜托，你莫伫遮叫了白人，你回去好不好？我想要就回去，要回去做一顿。我跟你讲，真正无代志，你放心，干嘛动惊？惊什么动？我拜托你，你先回去。我靠！我自己回去好不好？你靠！真正无代志啊！
好，王武刚失救，害爸爸心脏病发作的代志，你是不是早知影？嘉伟，拄只王武刚讲，是你甲伊做伙失救，敢是真的？嘉伟，本来我感觉真安慰的，啊，我咧想讲，无论安怎，你阁有带念着我车勇咧二十几年的温情。你敢凭这样来做？嘉伟，到底是不是安尼？你看你跟你爸爸解释有清楚啊？应该说，你不要那做在意啊。你是不是那想在地啊？妈咪真正感觉对你足失望的，我毋是早就应该讲过啊，我无可能会转去王武刚的身躯边。你是安怎要甲王武刚安尼串通来献给恁爸爸？嘉伟，我真正想袂到嘞，想袂到你心机竟然这么重。我原本我真欢喜你改变啊，想要甲我恢复咱过去兄弟的感情。够嘞！想袂到你竟然想利用我，把害我差人啊，都把爸爸害死。苏三弟，为着我今麦对你来讲，气死我了。无论我怎做解释，你敢会相信我？你休假在沙丁，陈姐。对啊，行行，我们都已经了解啊，可以当放心下班啦。放心下班啦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放心下班啦。嘉伟，你不是你去看阿伯，那怎会记得出来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嘉伟，啊，萱萱。嗯，萱萱，这三一二病房的资料刚才没啥丢呢，你来看一下。好。啊嗯，我先来无用啊。嘉伟啊，好多阿恁爸爸跟恁哥哥安尼讲，那是因为你在因的心肝内，因真正把你当作是亲人，人家对你是无。啊，你也知影啦。这段日子你来看恁爸爸，伊心肝内是足欢喜的。我还过年想讲会当趁一摆机会恢复恁甲恁爸爸的感情，啊，谁知影王武刚会怎来乱？嘉伟啊，你是不是会当较有判断的，卖阁让王武刚去影响到你甲恁爸爸的关系？妈，林清风甲黄大伟给我回话，就准多耍。那连你嘛无相信我是无辜的。我知影你一直希望我会当重新跟伊做一个人。不过经过拄只个代志，我甲伊的性格即愈来愈深，暂时是无法度透气啊。
我即马干那希望，我甲伊卖有任何交叉较好。嘉伟，好阿妈，你卖阁靠近我。我即马是姓王，唔是姓吴。从今以后，我无可能阁甲伊做一家人啊。嘉伟，你哪会当讲这款话啊？萱萱。这是阮厝内底的代志，你无了解，你就莫管了，好不好？嘉伟，嘉伟，萱萱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嘉伟是咧跟我无欢喜，所以跟你讲话较无耐心，唔是针对你的。我知影。我就想讲，会当趁一摆机会，恢复伊爸仔囝的感情。啊，想袂到。我看哈，阮这家伙要团圆哦，是愈来愈困难啦。阿敏，你唔通伤悲观。我相信哦，等嘉伟若想通，一定会佫甲阿伯好好的啊。你先莫想遐济啊。爸，啊，你刚是接到王刚的电话，才来走去餐厅啊？啊！现在你不要跟我讲。哎，经过这届手术后，我嘛想真多了。安怎讲？嘉伟嘛是跟我斗阵生活二十几年，我对伊变到可能无感情了。搁再讲，一阵仔吼，伊嘛是逐天来病院，都徛了外口，歹势礼拜。后来是萱萱甲高坑。甲鼓励，伊才有勇气入来看我。安尼嘛，迄就表示伊对我还够有情分滴。所以为着安尼呢，我就甲这件代志吼都按下，无甲恁讲。我嘛是无希望恁阿姨伊会艰苦啦。陈峰啊，啊这件代志明明就是王无刚伊挑工来设计。你卡电话骗你去餐厅，啊！你是安怎歹甲代志讲出来？阿妹，家己一个人为你心肝来嘞。哎呀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都莫阁讲遮个啦。我是讲这段时间，你安尼逐天吼无眠无日照顾我，辛苦你啊。想讲我即下病嘛好真多啊，什么时候也先搬出院啦？啊，你嘛免哦，逐工往讲哦，走来爬房，安尼吵吵闹闹啊，顶多啊，我都尽量的。啊，不过医生有讲呢，讲爱你待伫病院加观察几工啊。阿姨啊，爸哦，袂当阁受什么刺激啦，我看还是等于厝的静养，对爸的病情会较好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无我来找医生甲问看卖咧。伊若讲会用哩，啊，咱就搬出去。弟弟来保姆家吼，你来爹家啊？我是专程来甲你说多些呀。你和迄个客户名单我落去走，业绩阁袂歹。安尼真好啊，恭喜你！教练，我想讲来庆祝我业绩袂歹吼，啊，应该我请你，啊，要请弟弟啊，出来吃一顿啊。咩呐？你的好意我收到啊，多谢你。刘，你别安尼啦，无啥你对我真万分。啊，我即马就是知我唔对啊，我是真认真咧拍拼事业啊。
姨安尼愿意甲我斗三工，给我一摆机会，我足感动的。所以我才专工来甲你说多谢。只要你好好拍拼，尽量去弥补平家的人，我就真欢喜啊。连你放心啊，我是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那我嘛做，我帮因看。希望真正会当安尼啊！我先来走。啊？我有代志想要跟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小丽好，我今日放假吼，我想讲我带弟弟出来佚佗一天啦。我唔答应。丽芬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是弟弟的爸爸，我带我家己的亲生后生出去佚佗，真哩无过分吧？你有啥物资格讲这种话？丽芬，我知我无资格啦吼。就算无资格，我只是要拜托你啊，算我求你啦，你就和我弟弟出去佚佗一天嘛。丽芬，我车底有买一个安全座椅，我就想讲我带弟弟出去佚佗的时阵会用用啊。我知你定了准讲一个安全座椅这也无算啥，啊，不过我逐天若看到迄安全座椅，我就想着讲我对你母仔真正是亏欠真济。我将来都唔要带弟弟出去佚佗，我真正足艰苦，你知无？我知影讲这是我家己的问题，是我家己做得来，是我放弃甲弟弟斗阵的机会。啊，我即马知我唔对啊，你著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无？我嘛搬出去住了，我嘛搬出去住。啊，我即马逐天待在我住的所在，我甲失眠病咧相对上，我现在真正感觉足孤单。我知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吼，我今麦真正想要好好弥补，你得和我甲弟弟出去耍一工啦。你若袂放心，你用倒来，我无甲你招，是因为我知你会顾着黄大伟，你惊伊误会嘛。我拜托你啦，让我带弟弟出去耍一工。你也毋捌单独带弟弟出去啊，你根本就袂晓照顾啊。我只是出来出去佚佗者吼，这无啥，这绝对袂发生任何代志啦，你放心啦。丽芬，我拜托你啦。好啦。丽芬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弟弟，爸爸出来去耍好不好？当然啦，恁这个老主顾吼，我已经给你啥秘书的啦，啊，就麻烦你哦，给我带一挂人起来哦，哈，对啦，多谢你啊，啊，拍谁哦，我接一个手机啊哈，啊，咱再过联络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喂，啊，有人请你白人，嘿，对对对，你甲停离去就好啊，哈，好，安尼我知影哈，再见哦。莎莎，嘿，阿客吼要礼拜啊啦，啊恁哦脚手较紧的，物件紧传传的，今日是哦，咱店要重新开幕，绝对袂用漏气哦，哈。是，他给您。你无用。好。啊。要礼拜啊。哎，我。你来创啥？路口上早搁有游览车开入去我的停车场。司机家己要开入去的啊，我们哪会知影？搁再讲啦，迄停车场吼，是你创工为建行的手头骗过来，这根本都无合法嘛！啊，就算讲停车场也是登记你的名哦，嘛是名不正言不顺呐。你有啥物资格在遮红车啊？无合法的人是骗建行，我伫了这个停车场，所有的手续拢是合法的。我警告你，你即马就随叫司机哦，把车开走，那无我就告你清账。啊，要讲道理吼，无一定要惊法院嘛。但你停车场哦，啊客遐你也无咧用啊，啊借我用一下，你是欠一块牌哦。啊，搁再讲啊，啊人游览车要即摆已经停入去啊，要叫人开走，敢会伤过过分哦？伤过过分人是恁，毋是我。当初是恁偏家人先来对台湾，你敢要命？我知影你安尼就是想要报复，你也毋过
阮平甲所有人拢付出代价啊呢。阮爸啊，逐天即摆心情拢爱郁准，阿姨嘛离家出走啊呢。安尼你阁无教，敢讲哦？你真正爱看阮平甲离开，你关店你才会欢喜啊？这是恁平甲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那也无关系。你用心计较，想要总弄游览车停入去，你目的就是要逼阮关店嘛？关店就关店啊。不对哦，你这间本店关起来啊，你还阁有车门店啊？你是咧惊啥？无唔对啦，在你心目中吼，这敢若是间地下店，也毋过这是阮皮家地下祖传的家业呢。唔免讲遮尔啊济啊啦，我即马就叫警察来处理。安是啊，莫啦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停车场吼，算阮家你租的嘛，我平日你客遐你也无咧用啊。你著租好阮啊，安尼哦，你嘛通趁钱啊。当初是裴建龙是答应我的条件，跟我离婚，无你靠我会考虑。啊，不过伊根本就唔知影真心悔改，啊，搁恁骗假的人，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好车停伫遐。既然你要到硬端的，我就跟你跋到底，我无可能做好你。好啦，既然你安怎讲也讲袂通哦，你即马随家出去。你是凭啥？凭我是这个头家娘啦。你若搁唔出去哦，我也悄悄跟你好哦。我来唔干，出去呀！出去，出去！你搞偷掉你，让你滚走啦！啊，让你滚！欢迎光临，来来来，我坐唔到啊！来来来，啊，车坐辛苦哦，真忝哦，等阵时给你上医疗哈。谢谢哈，来车坐。嘉嘉，来，你卡车快点啊！好。来，欢迎光临哈，等阵时给你上场哈。先生，你好，我要找裴建宏。歹势，大叔就今日陪你来公司。裴建宏无去公司，等下列队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